打开电源进入开机画面，左下角为中英文操作切换键，点击进入英文操作页面，点击左上角即可退出英文界面。开机界面右下角为进入自动系统按键，点击即可进入系统。进入系统操作界面，界面会显示当前型号、贴合模式、贴合压力、贴合时间等系统参数。首先选择贴合型号。型号选择页面有系统自动推荐型号，也可自动添加型号，数据可保存70组。需要添加型号，点击右上角压力计算页面。编辑锁定序号、贴合型号以及手机尺寸大小，点击压力计算，系统会自动帮你计算贴合模式下的各参数值，然后点击右上角参数保存数据，添加保存成功，然后点击界面左上角进入自动画面，返回操作系统界面，然后可看见系统当前型号为刚才保存型号。二、系统模式有智距和神电两种模式选择。三、左边参数贴合温度、抽控时间、保压时间皆可调整。四、曲面平面下压距离可以选择切换。五、FFU 设置风机开关、LED 灯开关。工作照明无尘贴合。